文鱼自身的做法，三文鱼鳞小刺少，肉色呈红，属于肉质细嫩鲜美的鱼类。它是深海鱼类，深海没有经过污染，因此三文鱼的肉质非常纯净，没有丝毫的异味。在所有鱼类中，三文鱼所含的 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最多，而只有不饱和脂肪酸是构成体内脂肪的一种脂肪酸，而且可以被人体直接吸收，因此生吃三文鱼非常有营养，还有增强脑功能、防治老年痴呆和预防视力减退的功效。波浪符，三文鱼适量，小番茄一个，柠檬半个，冰块适量，一柠檬切片，二小番茄切成两半，做成爱心的样子。波浪符，三盘子上铺一层冰块碎，四将柠檬片摆好，五三文鱼切成小片放在柠檬片上，六盘子中间摆上爱心小番茄，七酱油里加入芥末，八这道鲜味无比的三文鱼刺身就做好拉甜心的厨房的作品。